小花来找你了。凯哥，下周我们要交素描作业，你当我的模特呗。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我对素描过敏。借口。那，咱们班部新来了个大侠嘛，画他。嗯，帅哥，下周我们要交素描作业。 你做一回我的模特呗，我没有经验啊。等一下，多少钱？什么？出场费啊！我是他的经纪人。就知道谈钱，庸俗。切，不用理他。去看。小气。别伤心，我让你画。 就这，你身材没他们好。都是美术生，乡间何太急。每个人来我这边领一张个人情况调查表。你帮我拿一张。小龙，谢谢了。 别急，别急，我借过。哎，班长，你头怎么了？小朋友，哪有那么多问题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这看呢？再给我拿两个。哎。 想啥呢？又想留子萌啊？我在想咱们历史课啥时候上啊？哎，在男校待久了，见个女老师都是双眼皮的。嗯嗯。于老师一会儿就到。都怪你这乌鸦嘴，害得于老师又晚两分钟。我说什么了？我就乌鸦嘴。反正你刚才说那话不爱听，什么叫？ 见女老师都是双眼皮的，那于老师是一般女老师吗？那是咱们学校最温柔、最善良的历史老师。好了，咱不缺这两分钟嘛。你的女神一会儿就到了啊，乖，乖，起立。 于老师的头怎么了？奇怪，跟班长头上伤的地方好像。哎，于老师受伤了，都怪你这乌鸦嘴，害得于老师脸又有伤。又怪我？我说什么了？我就乌鸦嘴。哎呦！